武器，再不充。我英雄联盟也充了个最少1000多了吧？以前抽奖活动的时候抽奖，然后是吧？改名卡50块钱一张，改了多少次了？还有这么多号改名卡，其实我也算是给老马贡献的，没有白玩他的游戏。你看我作为个主播，还给他宣传英雄联盟，哎，让更多人来玩。哎，我怎么刚才卡住不动了呢？飞到塔了，有点菜，这不飞到防御塔了，我的头像了。梦幻西游那不也是坑钱？他妈端游这是巨坑钱的，别说手游，你他妈真是有钱人。哎，我被老马坑过几千块钱玩他的网游。只能是充钱一时爽，过了一会儿他妈的屁被吊起来了。啊，操作已经下滑了。不行，打完这把下了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。明天如果没号打的话，再给他打一盘吧。你早点闪，你跑！逆天，逆天，你他妈早点闪，我他妈还能拉扯，你给他毙了，红 buff 一挂，我操，我拿头跑。他妈的，这把都得输，下了文森特直接被线上，船长他妈三杠一，帮回来，谢谢了。啊，还有闪现，玩不了。天哪，我像是在坐牢啊。我像是在坐牢。
队友还这么烈，是上崩下崩全崩，兄弟等着又在这里坐牢。难过，还有一个大剑，摇摇晃摇，烧啊！你他妈的搞完我就不再来帮了。正在路上。哎呦，真痛苦。天哪，他坐在这里收头。他坐在这里收头啊，天哪。哎呦，我的天。又被抓了，人头也不是我的。雪崩啊，我才雪崩啊，兄弟们，烂的这样吧。我操，我这不是烂的。咱们的打野一直来中路打。上路也死了，正在路上。我的妈！寡妇回去，回起来两个大中级，一个八百，一个四百五。加油啊，寡妇兄弟，我这把他妈的废了，我真废了。又吃一个，我听到你了。死亡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没了，我这把没用了，这样玩的话。摇摇晃摇，
他不保我，我就是被他那第一波恶心了，他闪现交成那个样子，被船长追死了。我等级补刀没落后，但是经济崩得厉害，他已经回家两件套了。我的兄弟，我真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拿什么去玩呢？就这个问题。那这波闪现能不能杀船长？这逼是真的死保这个船长，我这没杀掉，我这把玩不了游戏了。这样子来的，抓闷了都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. 哇塞，又被船长收了吗？妈的！还是不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船长大招这把收了多少个头？忘了，反正一直一个大一个头，一个大一个头，一个大一个头。好香啊！阿飞的船船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10块钱我也得要。好肥的船船儿，我听到你了。我装备其实还行，这波单杀完。
一家桶呗。这蓝盾推的棒都没做出来，蓝盾。你这船长熟练度不是很高，还行。这是个好消息。还能操作。你他妈了个妈，操了，算了，别骂了。妈的，这么喜欢搞我，我去哪你去哪，我去哪你去哪。什么鬼呀，这桶没 A 出来。说了我要跟他操作了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这他妈也算了，菜了。感觉 A 的出来 A 掉这个桶，我这波必要给他操作了。妈的，那他怎么样？还是不要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疙瘩了。啊！我是他们三个人的对手吗？我看了一下我自己。哎，我失误了。好漏。哎，他隐身了，这寡妇只会 K 头，他有大招他不敢上，我吃了大他都不敢上，我吃两个大招他都不敢上。哎，越打越崩，我这样玩兄弟们，真的我越打越崩。他太喜欢在躲到后面 K 头了，压力全部到我，我装备会越来越来穿，跑不起来了我这样。我只会经济越来越差的，美博士卖我的命给他换人质，我什么都没得的。我听到你了，打工，单纯的打工。船长要四件套了。
水天王老子来了，这波线我也得吃，我太穷了。寡妇人呢？我这是卖成这个样子。科里也在卖，我也在卖。金山骗他们进来了，这狗熊二进来把他一走了，好像我死了，听到传送的声音，妈的，哎呀，吸住了这个玩意，我一不动，我一了他给吸回来了，该拆塔了，我走不掉了，我听到传送的声音了，没了。踢到这里好像，这个演绎才还能看得见。踢到这里，别拆这七百六百块钱的塔的，这个塔对我还是挺关键的。我现在心气太差了，太了，寡妇帽子了，应该能飞的。我怎么这船长会三连捅啊？我看错了吗？刚才是个三连捅，炸到了吗？太急了，然后他魅惑不是挂给 AD 的，挂给狗熊的，我不可能去一狗熊吧，那么多血的狗熊，他魅惑如果挂给他们 AD 应该打赢。正在路上，摸不到啊，又记了这个。走了吧。我闪现一过来，这寡妇每波都跟不上，我都一在他脸上。
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1250啊，差好多钱呀。又喜欢在这里一直勾勾勾勾打打打，哎，我他妈的一点发育不给。我单杀一个已经尽力了。船长复活18米，他等级高复活的慢。寡妇把他们的六神都秒了。